每到秋天的时候，我都要离开敬老院，回到我的月亮湾。常言说，过去的日子就像树上的叶子，一片片长出来，一片片落下去。自从17岁那年的秋天，我就在这棵大树下等人。多少年来，树上的叶子落了长，长了又落，可我心里那片叶子从来也没落下过。66年前的那个秋天，阿公定下了我和七步哥成亲的日子，吃喜酒定在9月16。七步哥在8月里足足跑了半个月，才把喜讯告诉给全月亮湾的瑶人。8月底的一天，红军长征路过大瑶山，跟国民党打了一场恶仗。六马山那边的枪炮响了3天3夜，等枪炮歇下的那天，七五哥过贵州去取在那儿打的银镯子，是我过门时要带的。路远，第二天临晚，七五哥才回到家。十里花纹，山外大户人家的女子出嫁，都先戴这个镯子。你试试。好看。做什么用的？阿公，阿公，酒饼买到了。有人来过？我救下的。你不要命了？快给我送出去！国民党路过的红军打死了不少，都被割下的脑袋吊在了街上，从东街到西街，在每个屋檐上都吊着，带着这种闹鬼人头。今天我让赶街的人都带回这张告示。告示上说什么？抓着一个红军，赏10块大洋；窝藏一个红军，要全家杀头。四妹仔，你怎么这么不知道死活呀？他浑身是血的跑到院门，对山花说：“说我是穷人，是穷人就会救他。”说完就倒下了，山花给他上了点药。
咱家是草衣嘛。阿公，戚不公，我看过了，他手上的茧子跟你们一样厚，是个靠做活路填肚皮的人。阿公，你要不问问配不要救他，他就死定了。金山，山花，俺把你七步哥的衣服拿来，给你换上。哎。什么宝贝呀，剩一口气了还死抓着不放。阿公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大帐的令旗，要紧的东西。这弯弯的是割禾用的铁镰，这个是？这是打铁的铁锤，是受苦人用的东西。哎，怎么把它绣在这个令旗上呢？怪不得他相信穷人会救他。是官兵进山了，蒙三桂藏了个红军，被蓝癫子告发了。官兵就把三桂家的房子烧了，一家大小全杀了。那天三桂还答应我，9月16来吃我的喜酒。官兵朝哪方向去了？不晓得，只听说官兵当场给蓝癫子兑现了10块大洋。蓝癫子还到处跟人说，告发一个红军胜过种3年田，告发10个红军，他就一辈子也不愁没酒喝了。蓝癫子是条猎狗，没有他闻不出的腥味儿。齐父，赶快让红军离开咱们家。哎，不行，你让他去哪里？去哪儿都行，就是不能留在家里。那你先前干嘛要救他？不救，他就剩一个时辰的命。我是草衣，救活了再让官兵抓去，把他的头割下来吊在街上。我把他背到山里面藏起来，官兵不就找不着了？那野猪呢？豹子呢？心真狠。不是的，今天都初二了，
我是怕。你就怕九月十六讨不上老婆，七步哥，你要是把她背走了，九月十六，你就另找个人过门。什么人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个性子来呀？啊，七步，赶快给背走。哎，你想干什么？他信山花会救他，他才放心把命交给山花。山花不能丢下他不管。七步哥，松手，山花。山花，七步，快去！七步哥，快去！放了我阿公！七步哥，七步哥，你不许背他走！哎，你不许背他走！七步哥，七步哥！阿公，你松手！阿公，你放了阿就这样，那个红军留下了，他叫孙福来，江西人。一连两天，他高烧不退，像死了一样。枪伤紧靠着心窝窝，阿公用了最好的药，还是没有用。到了第三天清晨，他突然醒了。同志们冲啊！同志们冲啊！你拼死护着的那块红布是你们打仗的令旗吧？那叫军旗，是部队的命根子。军旗上面咋有那么多焦焦糊糊的破洞洞？全是枪打的。枪干嘛往旗上打？打仗的时候，我举着军旗在前边冲，千军万马跟在军旗后边冲。哪里插上这块红艳艳的大旗，哪里就是红军的地方。你说这敌人的枪他不往旗上打，他往哪儿打？那么山花家也是红军的地方了。阿公。哎，阿公，你回来了。五花草、牛血藤，还有观音手，都是治红伤的。嗯。哎呦，妈，山花。哎。这伤，见不得水啊。哦。见水化脓，要丢命的啊。嗯。阿公，我去倒药。阿公，我这条命
是你救了我。不知我救了你，会不会害了他呀？阿公，哎，媳妇，哎，街上有什么动静？满街都在招募民团，说要把瑶山像毙狮子一样毙一遍。哦，阿公，官兵敲着大锣满街喊，说要寻找一面红色的旗子，说是旗面上有道白边边，白边边上有九个大字。哎，旗面上有镰刀和斧头架着的，说谁要是找到这面旗，赏大洋300块。阿公，他的旗上镰刀和斧头倒是架着的，就是没有仔细看过有没有字儿。有字啊。那拿起来看看。哎，1234567890。阿公，真是九个字。红军的旗子，官兵要去做什么？跟着这面旗的红军打仗是最凶的。等灭了这帮红军，省城要开庆功大会。阿公，你不是说过古时候打仗，哪边夺了哪边的令旗，哪边就算赢了？那这面旗子，对红军和官兵来说，是定输赢的。那对我们来说是定生死的。烧了。阿公，阿公不能烧。阿公，咱们俩哥人死过去还没忘护住旗，你要是把旗烧了，那他不烧旗，官兵找到要烧我们，烧旗也是为了他好啊。不能烧！还给我！是我连累了你们。我走，我走。孙大哥，你不能走，现在满瑶山都是要找你的人。出了这个门，你就没命了。我起过誓，命在军旗在。孙大哥，都到这般田地了，这面旗还当真这么要紧吗？打六马山之前，团长就知道这是一场恶战，他把军旗交给了我，等于把部队的命根子也交给了我。9月18那天，我要在姑娘脸上立上这枚旗，困在瑶山里，
没有冲出去的同志，都会在这里汇合。他们都等着跟这面旗走出去。只要旗在，队伍就在。 这是东街顺子家的酒饼。9月16快要到了，如果再不斟酒的话，客人来家就要喝山泉水了。9月16，我给他下的最猛的药，但愿他7-8天就能下地。只要他一下地。 山花再降，我也让他走路。谁？下来。是我。山花，你半夜三更的上树做什么？拿军旗。孙大哥明早醒来，我要他嘴巴笑得合不拢。 你想干什么？旗上烧去个角，我拿这块布把它补上。你咋嫩糊涂呢？这块布你都捡得？问过你了，你也没说做啥用的。这叫盖头，拜天地时你蒙在头上的。等进了洞房，只有我才能够给你掀开它，外人哪个也不能动。等我给你掀开了这块盖头。 爽神呢？孙大哥，吃药了。这药汤苦得很，怎么鼻子里全是酒的味道？呀，真是馋猫，能闻出鱼腥。 阿公在蒸酒，你有伤喝不得酒，禅也没有用。你们家是卖酒的？要是卖酒的，你的小命早就保不住了。你呀，命好，要死的时候碰上一个采草药的。那天第一眼见你，就觉得靠得住。
对了，家里蒸那么多酒办大事啊？不告诉你。前两天见你往新衣服上绣花，这两天家里又蒸那么多酒，你不说我也能猜得出来，准是你哥要娶亲，对不对？猜得好准呐，是七步哥要娶亲，日子都定了，9月16。9月16，你猜他娶的是哪家妹子？姚善里，我就认识你们一家人，我哪猜得出来你嫂子是谁？那你想不想见见新媳妇？就怕等不到那天了。新媳妇眼下就在家里，你等着，山花这就给你领来。不过你比七步哥小，见了他你得叫嫂子。我叫。哎，你等着。嫂子，哎，七步不是你哥吗？怎么能娶你？我跟七步哥不是亲兄妹，阿公说他是山外来的，从小在我们姚家长大。哎，孙大哥，你们那地方的新娘蒙不蒙盖头呀？蒙。姚家也蒙？不，是七步哥让我蒙的。哎，孙大哥，山花像不像你家那边的新娘？说话呀，孙大哥。怎么了？你看这只粉球，枪是欺负他的。这么笨的潘秀是逃不过七步的枪口的，他这是报信，我在这守着，你赶快把红军藏到楼上去。哎，不想用斑鸠给我下酒，看来屋里还有更好的下酒菜在等我哟。见了人也不知道打声招呼啊！老屁股。哎，你以为他拿的是吹火筒啊？把人家当成鹅鸟滴湿鞋、咳嗽屁酒来的老屁股，看见没有啊？这是枪，我会收你命的。阿公啊，也不说请我进屋里去喝点酒，爽爽喉咙。今天屋里头肉没得一钱，菜没有一兜，寡酒喝起来没味道。正好我要赶街，今儿索性陪你到街上喝够瘾。昨天才在街上跟李排长喝过，街上的酒淡多，哪如你屋里的酒香啊。今天啊，我就是喝你屋里这一口。香啊！七步，给你兰博倒酒。那屋子有点千
欺负老弟的魂嘞，肯定是山花老妹啊，在里。那是我老赶得住的屋子。我倒是能看到。倒酒，你怎么就是不闹味儿啊？啊，去呀！哎，说来啊，也有年把没见到山花老妹了，莫说，还蛮想的嘞。肯赏脸来见我，那我就渐渐的自己去见他。山花老妹，蛮调皮不？跟你垫子哥，躲蒙蒙的。我跟李排长说过，到你屋里来喝酒。要是夜里还不到家，那就是喝多了。明天一早，李排长会派官兵来抬我。兰博，吃碗水酒。哎，这是山花老妹的喜酒，她不敬我，那癫子哥喝起来还有什么味道？他人呢？又说诚心请癫子哥喝酒，那么好的酒，泼掉一半。我再给兰博倒满。
公脾气蛮大呀。起步，给你兰博再倒一碗酒。他在里面。起步老弟，木桶里的风光没看够，师傅都出来了吧？也不管给癫子哥倒酒。看样子，起步老弟有点生我的气不？兄弟啊，癫子哥那一眼呐，实际上是饱死眼睛，饿死卵，干瓢。再说了，那里又黑又雾的，能看清楚什么呀？哎，要是哪个有福气啊，在木桶里跟山花妹子冲个鸳鸯凉。哎，那才是好味道嘞。起步，9月16吃酒的人就快到了，现在屋里还没有山猪肉，你要不要赶快看看寿桃上有货没有啊？哎，还是不出门的好，现在到处藏匿红军，红军就是共产党。你们以为共产党就只是把田地牛羊共产？最最够力的是共妻，就是说呀，你的老婆他们个个用得。木桶里那么嫩水的身子，要是有个共产党。七步哥，水凉了，你帮山花舀桶热水来。你莫怕，你只要想到了9月16，山花就是你的人了。对面，快点来呀，七步哥。蓝癫子这条疯狗再有心计，从七步哥的脸上他也看不出什么。其实七步哥送热水进来时，我只是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做了一世的女人，我就亲了男人那一口，还是当着孙大哥的面。给癫子哥送酒，都吃完了。下次记得啊，给癫子哥尝颗麻蛋。好了，起步，快，开始守住坳口，我让蓝铁子杀个回马枪。
上点药，伤口进水，化脓，要丢命的。牺牲了，三连长，我的军旗呢？我的军旗呢？三连长，三连长，三连长，我的军旗呢？孙大哥，孙大哥，你的军旗，你的军旗。你是谁？盖头呢？我给你的盖头呢？孙大哥，你娘说，接了盖头，才算自己的女人。我给你的盖头呢？你为啥不盖盖头呢？盖头我给你家送过去了，你为啥不蒙在头上呢？娘说，你是个好女子，我才给你送盖头的。37个铜板买的，一辈子就这一回呀！你为啥不蒙盖头啊？是你，是是在为一个我没有见过面的女子受罪。我当时不知道，七步哥就在窗外，眼睁睁看着该他掀的盖头被外人掀了。
哥，孙大哥。送走了。为什么？昨夜他做了什么？每个女人见他那样，都会像山花那样去做。盖头下那是我的老婆。你把孙大哥送到哪里去了？你说，你以为我会把他交给蓝癫子，交给官兵？你七步哥还没阴毒到那般田地。孙大哥到底在哪里？告诉你，山花找不回孙大哥，就算到了明年的九月十六，你也照样没得老婆。大王洞。阿公，阿公，这一夜你上哪儿去了？昨天你没看到蓝天呢，在琢磨这个鸟窝吗？我放心不下，就摸到他屋外，一直守到天亮，看他没有到街上去告发，我这才敢回来啊。要是真的被蓝癫子猜出鸟窝里的东西，那咱们就死火了。我真要猜出鸟窝里的东西，首先死火的是他。不过蓝天的这一回啊，死活不能把这个拿军旗的红巾藏在家里头了。今天晚上就要想法把他送走啊。我昨天晚上就把他送走了。孙大哥，跟山花回家吧。山花，自从我到了你们家，你们就一直提心吊胆的熬日子，我不能再在你们家养伤了。山花，你现在就回去把军旗拿来，我现在就上顾牛岭。孙大哥，你的伤还不能走，再说去顾牛岭要走半山腰的猴子路，脚一软就会摔到谷底，没有人送你，你走不过去，旗也竖不起来。孙大哥，孙大哥，不，我要去，我就是爬，我也要爬上孤牛岭。
孙大哥，孙大哥，阿公，山花，这是你的旗子，他对你是命，对我们是祸，你拿上它。走得越远越好。你要孙大哥走，我就不回家。齐步，去扛上你的女人回家。齐步哥，你把我放下来，你把我放下来。这是药粉，每天记着往伤口上撒几回。走吧，上天保佑你能走出去。谢谢阿公。你给我放下来，孙大哥，你不要走。小花，跟齐步回去吧。孙大哥，你不要走，孙大哥，不要走。啊！你不放下我，我就咬着你不放。啊！正虎，让着咬。就算咬掉一块肉，也没有他让别人掀了盖头难受。齐步，你说谁？你自己做过的事情，还用问我？我掀了谁的盖头？我女人。小花。是真的吗？是，你让山花蒙上盖头，山花蒙了；你要掀山花的盖头，山花也让你掀了。山花不后悔，因为山花晓得你是发病烧糊涂了，只想着自己的女子。你真正想掀盖头的那个女子，不是山花。齐步兄弟，我对不起你。孙大哥，那个女子是谁？她叫何香，就差一步，他就成了我过门的媳妇儿。哪样叫差一步？我成亲那天，我在家门口都听见鞭炮喇叭声响了，可那顶轿子他终究没进我家的门。地主王善人抢了何香，把他给糟蹋了。何香含羞上了吊，头上蒙着我给他的那块红盖头。我三更埋了何香，五更杀了王善人，从此我就离开了家，跟着这位齐走了。可我还是日里夜里的想，我想跟他掀盖头。孙大哥，
孙大哥，我们回去。善花和我，还有阿公，都想让你回去。伤好了一圈了，阿公，求您快点把我治好吧。9月18，我还得到姑娘岭上立杆子召集队伍呢。急什么？不治好伤，怎么立杆子啊？阿公，你尝尝。好酒啊！成亲的日子一天天近了，七步哥上山砍了一些竹子。小花。做窑人们吃喜酒的杯子。快到16了，试试大小和面。和和，大小都和。和什么？和薪水。七步，阿公，你守了一天了，蓝天子有什么动静？平常他像个癫狗似的满山转悠，今天怪了，他搬张板凳坐在门口，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我们这个拗口。嗯，他还在犯疑。明天你接着收拾他。哎，哎，七步哥，9月16吃喜酒，这些竹筒筒够用吗？当然不够，到了明天我还得去砍呢。山花，山花，哎，孙大哥，喊山花做什么？这几天没见到军旗啊，心里有点想。你帮我把它拿下来，让我看看，明天就还回去。哎，哎，别让阿公看见，免得老人家担心。知道。
是我，孙大哥。你要走？你要偷偷的走？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！阿公，你就眼睁睁的看着孙大哥走，也不拦他？你看看这月亮。阿公，今年的9月16，山花不嫁了。你别再闹了。后天喝酒是铁板钉钉的事儿。铁板钉钉，铁板钉钉。山花，铁板钉钉。山花，山花，山花。打过你吗？你懂得阿公为啥打你？懂，阿公不让山花再救孙大哥了。山花，不，你不懂。你以为阿公是怕死？你哪里知道，就在你出生的那年，阿公就救过人。那个秋天，一对公婆抱着个2岁的娃仔跑到我们家，说是革命党被官兵追杀，当时我不敢留，可是我见到娃仔病得厉害，仅剩了一口气，那娃仔就是你。山花还在他妈肚子里，官兵到处的搜索，我把欺负的爹妈藏在家里，一天我才要给欺负治病回来，一进家门全四口人都躺在血水里，你阿妈吊了一口气不肯死，我见你阿妈肚子还在动，就用刀子把你拿了出来，七步的爹妈把他藏在大铁锅里，盖上了盖子，才逃脱了这场劫难。当我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哭着向我要阿妈，你哭着要奶吃，我左手抱着你，右手抱着他，离开了家，躲藏到了这个我采药
常来的地方。这些天你说了些红军的事儿，把山花和齐步的心都说扬了。不是我糊涂不懂大义，当初齐步的爹妈求我藏他们的时候就说过，我们救革命党人一条性命，革命党会给我们一个天下。谁听了这话心不动？你们红军冒着被砍头掉脑袋的危险，果真是为我们受苦人能有一个自己当家做主的天下。你们将来打下的天下果真能喝我们老百姓的薪水，我们多么盼望能喝自己薪水的天下。可我们家破人亡了一次，天下还是原来那个天下，那我凭什么还敢为了救你们再家破人亡第二次？大哥，你快告诉阿公，你们打得的天下真的会和我们的薪水？阿公，我们红军心对着这红旗上的斧头和镰刀起誓，我起誓今后打得的天下要和山花的薪水、和七步的薪水、和阿公的薪水、和天下所有穷苦人的薪水。好，凭你起这个誓，这军旗阿公我用命来替你护，你就安心地留在这儿养病。吃酒，我去大王洞藏旗，再铺点干草，把你孙大哥也藏在那里。你多捡点包谷饼备着啊。哦，南边的来了。耍，上回七步兄弟说腊月雀的蛋吃完了，哎，我回去想了好几日啊，大秋天的，腊月雀还没从北方飞来，就有蛋给七步兄弟摸。今天。
员呐，我也试试运气，说不定还真能摸出个把金蛋呢。哼，兰博真会耍笑，这季节哪来的腊月雀蛋呢？果然有货呀，可惜只值三块大洋。你吓唬谁呢？打鸟的沙子能把我打死？我枪里装的是打山猪的铁尖尖。铁尖尖是能打死我，可是廖哥，是谁伤了蓝癫子？是哪个窝藏了红军？是谁藏得红旗？什么话我都跟屋里人说了，你的枪里就一枚铁尖尖，把我打死了，辽哥就飞了。厚厚的秦伯娘，窝藏个红军，俺一个班的官兵弟兄排队过了一遍，山花嫩成那样，那帮辣狠的弟兄要是见了，像个英雄好汉的哦。你想要那枚军旗是吧？电子哥算准了，就在这个方位。以后谁要说诸葛亮比电子哥聪明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那也得看我答不答应。你不答应，我就少300大洋。可这世上得少4条人命啊！人家救了你的命，你就用家破人亡来报答人家？打呀，你打。打。走。骑在姑娘岭，你陪我去拿。走走走走走走。到了姑娘岭啊，旗我拿走，命你拿走，山花安然，大家都划得来。孙大哥，山花，9月18那餐酒，我是喝不成了，小七不替我喝，记住了。哎，昏暗下飞了，9月16的酒说成9月18。9月18，孙大哥，孙大哥，孙大哥，快，快去找七步。走啊！
了，我的辽哥是说的话的，他是有翅膀的。辽哥，是谁卧藏了红旗？这就叫道高一尺，魔高十八二十丈。走吧，找旗子是正经事儿。又来了吧？啊！不打人，你打辽哥，老屁股，你真有料啊！我的命最不值钱了，把气给我，不然一起死！阿公，孩子，你有大事，都不得。哎，可惜呀，九月十六的那杯酒，忙着吃了。阿公，阿公，爷家爷家，七步哥，你先吧，掀了盖头，你就送孙大哥上路。明天才是九月十六，掀了盖头上路，你心里头有想头。盖头掀了，一辈子就是你的人了。九月十五那天，七步哥送孙大哥去姑牛岭竖旗去了。
9月16吃酒的日子，七步哥没回来。我晓得，除了跟着孙大哥当红军，他离不得我。那天晚上，我痛痛快快地大醉了一回，从此再也没喝过酒。可不知怎么搞的，从那天以后，只要看见圆圆大大的月亮，我就一阵阵的头昏。好像是66年前那场酒醉，到今天还没有醒来。